欢迎收看今天吃什么。今天我们吃木须肉。哎呀，好吃吗？不好吃。正宗吗？不正宗。不正宗你还吃？Whatever。醋溜木须，今儿我们做一天津口的，就酸口是吗？对，纯酸，纯酸，纯酸，就跟那个山楂那味儿的醋溜木须，大山楂口。没有，就是正经天津口，老天津，老山楂口。对对，有大荔枝口，小荔枝口，没说山楂口。山楂口是月饼，不是元宵。对，月饼。把这肉抓完了，我们开始。这肉刚抓完，我们讲一下这木须。木须就是鸡蛋。哦，就是鸡蛋。你确定啊？木须不是新疆的鸡蛋吗？新疆的那个就是木须。我又穿帮了啊！我又穿帮了啊！我又穿帮了啊！木叶。节目是因为经费比较少，我又回来建设国家，所以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得负责拍摄，然后有这木须，有这木耳，啊，有这木葱，木葱，木蒜和木姜，木肉，然后还有这木肉，最后就能做出木须肉了。行，明白了吧？行，木须肉就是这么来的，哥们儿，发挥产力，走。对，小孩开始拍菜，用猪油是吗？这扔出去，啪贴你那儿。猪油炒菜多香啊！油可不少啊！啊，油可不少，还行，挺多的。先炒鸡蛋，锅的位置啊，平一点，锅平了，锅。加速啊，这机器还没电。
这菜，真不信天津词能吐槽这菜不正宗。嗯，刚吃完，特别那个大山楂是吗？大山楂口，酸的。不正宗，不好吃。